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83面，83面第六行，从当中看起，第六行。从当中，极乐国度，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又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如上所引正贤经题中庄严之意。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继续学习经题里面庄严这两个字啊。佛在弥陀经上常常讲到其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极力的赞叹极乐世界佛菩萨修学的功德，这是能庄严，而极乐世界的一正果报，那是所庄严。大乘经佛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那么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佛寿无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品位啊，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的寿量相好庄严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从这个地方显示佛教化的功德，菩萨们修学的功德是多么殊胜啊！所以果报上我们就看到修行功德了，因果不二啊！从因看果，从果看因啊，我们就明白了。能庄严的那是修功啊，修行的功德，我们把它归纳起来讲，无量功德了，都不外乎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达到究竟圆满。那么凡圣同居土往生的人，我们知道
他烦恼并没有断呢。方便图见思烦恼断了。所以他的功夫至少要修到小乘须陀洹，大乘初信位菩萨。他们往生是生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也是有三品，三倍九品。那我们就能够明了。小乘四果四相四相初果相不谈，那个还是在同居图里头，初果以上到阿罗汉七个阶级分配在九品里面。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往生的阶级。再往上提升，连分别也断了。分别是尘沙无明。执着是见思无明，无明就是烦恼。还得要破一品。无始无明，不起心不动念，这才能够生十宝庄严。但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阿弥陀佛大愿威神加持这一些待业往生的人虽然品位不高，但是智慧道理得能福报这个佛常讲的智慧德相都等同阿惟越智菩萨。这一点不可思议。为什么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能加得上，他方世界的诸佛如来为什么不能够加持这些待业众生？我们修佛的人都懂得了，佛佛道同。为什么阿弥陀佛特殊？佛佛道同，没错，智慧也同，德能相同，相好相同，它有不同，什么不同？因地法运不同，
阿弥陀佛在因地发的确实是特殊的宏愿。证得究竟果位的时候，他所发的愿通通的兑现了，没有一愿是虚愿，所以成就无比殊胜的庄严。那么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中断教学，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没有中断学习，天天在学习。我们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极乐世界的佛菩萨，这是往生论上讲的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佛的教学没有中断，没有止境。菩萨的学习没有中断，也没有止境。国土殊胜的庄严，果报不可思议。这东西能学得完吗？称心，心的是圆满。正的时候就圆满。二维越智菩萨从一般来说就正的圆满了。他把起心动念放下了。真的入平等心的境界，平等就是佛。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在这个境界里头。每一天上课不间断的，这个道理我们能体会吗？这个宗门大德说会吗？如果体会到了，我们试想，拿我们的人事，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我们这个世界，年老你年轻的时候广学道文，你也老了，你还有很好的体力，有很好的环境，你如何消遣你的时光呢？用什么方式呢？我们在这个时间看到释迦牟尼佛虽然进入老年，中国人讲嘛，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是中国古代退休的年龄。
啊，退休到之后到哪里讲学啊？啊，古时候，有家学，多半是利用祠堂里面开办学校，就是私塾。啊，老人到学堂里面来讲学，是他最快乐的事情啊。这让我们能够慢慢理解一点。阿弥陀佛，讲学不中断。啊，因为新的学生每天不知道多少来报到啊。啊，这新的学生呢，虽然是阿惟越致菩萨了，弥陀威神加持的，他还是要学啊。啊，为什么？他的烦恼习气真没断。啊，只是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哎，跟佛好像很接近。啊，那是佛加持的。啊，什么时候自己真正到这个功夫？啊，不需要佛加持了。那是你真正证得发生了啊！真正证得发生，也就是说，你真正的把妄想、分别、执着断尽啊，不是靠佛加持的，是你自己真正断尽。这需要一段时间啊，而已经断尽的，像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啊，这些大菩萨，在西方世界肯定是谢住阿弥陀佛，帮助凡圣同居土跟方便有余土，因为这两土的菩萨没有见性啊，有好的老师啊，佛是老师，这一些化身菩萨、等觉菩萨。来担任助教啊，帮助释迦牟尼佛，帮助这些新往生的菩萨们。你看这个功德多殊胜，这个气象多庄严啊！十方世界找不到的啊，那我们想学学佛，想在佛法当中证得圆满的成就，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啊！啊，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中国人所讲的学不厌教不倦，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啊。那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学习啊，一样东西学个几遍不想再学了，以为就学得不错了，其实差太远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在道理上明白，任何一桩事，任何一本书
啊，不一定是佛经。我们一般人就是学个几遍，我学会了。在大乘法里说没有，为什么？学会了就明心见性了，到明心见性才算学会啊！一经通，一切尽通啊！无论是什么教科书，都能见性啊！要不然怎么可以说诸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诸法并没有解释是佛法，那没有解释是佛法，这个诸法就是一切法。为什么能见性？他从自信现出来的，他怎么能不回归自信呢？回归自信就见性了。所以法不可思议佛不可思议，法不可思议学习佛法的就称之为僧，僧不一定是出家人这个僧的时候，只要你认真学习六合敬，就称之为僧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叫僧团六合敬的僧团也不可思议转凡成圣，这还得了吗明白这个道理，什么不同门门都通无上道无上道就是明心见性，门门都通没有是出是法是出是法对谁说的？对六道凡夫说的。为什么他有是出是法？他的妄念里头造成的。如果他觉悟了，是出是法就没有，不但是出是法没有，空间十方没有，时间三世没有，这才真正叫一真法界。你说哪一法不平等？法法平等。所以我们讲清净平等觉。平等是法宝清净是僧宝觉是佛宝这个名题里头有三宝有三学，三学是戒定慧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觉是慧学，戒定慧三学这个名题真的把一切佛法通通包含了所以无论学什么学到得到三昧，大彻大悟，这一门才叫通才是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什么？无知是三昧，三昧里头本来具足，那叫根本知从三昧起用，起用就是后得知，后得知是无所不知。
啊，所以法是平等的，任何一法。啊，弟子规能小看吗？弟子规亏明心见性啊，见性的时候跟华严平等没两样啊，十宗不二啊，弟子规是开始学的啊，华严经是最后的啊，大方广佛华严最后的啊，圆满的心得实现的，十宗是一不是二。那么换句话说，单单就弟子规都能明心见性，你能相信吗？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用平等心啊，清净平等觉来看事出世间一切法。你不要有比较，比较你哪一天才能契入境界？你哪一天才能开悟？啊，用清净平等觉，哪一法都能成就，都能证得究竟圆满。这个不能不知。啊，所以底下他说，又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啊，如上所引呢，正贤经体中庄严之一啊。下面该法藏一向专制妙严净土，庄严众行，是其殊胜愿恨也。这个我们应当学习啊，怎么学啊？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怎么修法？礼贤首过思还原观上跟我们讲的贤一体，齐二用，是三变，这是理。啊，理明白了，但要把这个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个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不是普通菩萨，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启用的时候，大师根据华严经归纳有四德啊，行四德了，随缘妙用。这个四德每一条里面境界没有边际啊，无量无边的啊，头一个知道随缘妙用啊，这个随缘好懂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就随缘了啊。妙用是什么呢？在随缘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什么呢？诸佛如来，化身大士，这不是普通人的，能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又不受染污，
永远常住在清净平等觉。啊，我们用个浅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恒顺众生，决定不受众生的影响。这个本事了不起啊！啊，那我们想想，我们烦恼很多，忧虑很多，啊，为什么？我们受环境影响，特别是人事环境。啊，这个境缘当中微微的波动，我们就心就不安，啊，即反复啊。心随境转，我们被环境所转了，啊，我们受环境的控制啊，啊，人事环境控制我们，物质环境也控制我们，自然环境也控制我们，不就是如此吗？苦不堪言。这事是真的吗？不是假的。为什么？大经上佛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怎么会影响你？啊，不是外面境影响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妄念。啊，妄想分别执着影响你的清净平等觉，是这么个道理啊。外面实在讲没影响啊，外面真能影响，那诸佛菩萨统统受影响才对啊。为什么他能够不受影响，我们受影响？他所以不受影响，他把这个诸法实相啊，真的清楚明白了。啊，从一体起二用，是三变，这就是把诸法实相彻底明白。明了之后呢，明了就放下了嘛。我们今天学了，学了大乘教了，啊，也能够说得出来了，啊，这在我们讲习里讲过多次啊。我们这不是真智慧呀。我们这是听说的，听佛菩萨讲的，不是自己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悟叫解悟，不是正悟。正悟就管用，就不受影响了。我们现在晓得是解悟，啊，不是清正的。啊，是佛菩萨他们真的的说出来，我们听到了，好像我也懂了。啊，我也能说出，说的跟佛菩萨说的差不多，没说错。啊，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受影响。哎，这就是从前张家大师讲，你还没放下。果然真的放下了，你就不受影响了，啊，你就得大自在了，啊，那叫正悟。所以放得下的时候叫正悟，
明白了，没有放下了，是解悟。信解行证，你在解，你在通过行，行是什么？立思练心。什么人都要接触啊！你要不接触，有一个人那个境界障碍你，你就不能开悟。接触干什么？磨练呐、立思练心啊。没有经过磨练，你怎么能正果呢？所以行就是真干，真干就是真的接受磨练，接受人的磨练，接受事的磨练，接受一切万物的磨练，就像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去接受五十三位善知识的磨练，经不起考验，经不起磨练，还得在六道里头打滚呢，出不出来。佛法再通达，讲得天花乱坠，没用。从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你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就是你的搞六道轮回。六道里头没有别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你还是搞这个干这个，你没放下了。这就说明真正的功夫是放得下，不再计较了。对人对事对物，决定不会起个念头控制占有，这很重要啊！决定不会跟一切人事物对立。为什么呢？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体怎么对立？古人用牙齿跟舌头做比喻，牙齿跟舌头能对立吗？牙齿咬到舌头了，把舌头咬破了，舌头要不要报仇？他不会报仇，为什么呢？他不对立。一体。行一体，其二用啊，二用是一真庄严的、宇宙生命的缘起，它从这里起来的，还要回归一体。学佛没有别的，学佛就是知道回归一体。真的回归一体，就叫成佛。我们今天修学大乘就是走这个路，我们自己也知道，确确实实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也就是我们经不起考验，那怎么办呢？找阿弥陀佛了。是不得已求阿弥陀佛了，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调教。其实阿弥陀佛调教也不出释迦牟尼佛这个范围，佛佛道统。也不出释迦牟尼佛这些方法。不过极乐世界是最大的好处，是修学环境的好处。人世里头没有恶人，
没有恶人，我那个烦恼习气怎么断？在西方极乐世界，让你每天，你可以随时到十方刹土去学习。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有十法界，有六道，你到那里去参学，你到那里去接受考验。那由阿弥陀佛佛力加持你，你才迷，佛就把你拉回头。这是极乐世界修学的状况啊！极乐世界修学很特殊。你的本身在阿弥陀佛面前呢，你的分身到他方世界去了，去参学去了。你同时可以有无量无边的分身，当然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加持你。其实这是自信的本能，可以同时分很多身在一处，在一个世界，也可以同时分无量身，同时在无量诸佛刹土，一点障碍没有，事事无碍。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教化众生。怎么就是你在学习的视线给别人看了，根性利的人呢，一看就明白了，就觉悟。是这么个道理。这就是我们要学怎么样学，要懂得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我们要常常记住诸佛菩萨入世的四德随缘，真的要学妙用。妙用就是不受境缘的要学威仪有则，威仪则守规矩。这是什么？这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做给众生看了。威仪有则里头最重要就是持戒，要做出来，要把弟子规做出来。要把感应篇做出来，要把十善业做出来，那是唯一有责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已经学佛了，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精进不懈，没有学佛的人看着这个样子，他会受感动发心学佛自行化他化他是言教其次，身教摆在第一
诸佛如来都是先身教后言教。啊，你的起心动念、言谈举止感动了他，他来向你请教，你再给他解释。他服啊！啊，你只有言教，你自己没有做到，他不服。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待人接物，如何制止？这个要学啊，如何要学弥勒菩萨对待一切众生，永远是欢欢喜喜啊，永远是那么样的亲切啊。为什么？菩萨知道一体啊，这个里肉火里头有没有威严呢？给诸位说有，不是一昧肉火，一昧肉火你也叫不了众生呐。啊，所以叫众生，啊，父母教儿女，啊，孩童的时候，恩威并重啊，这个有道理。哎，那才是真正的如何制止。那也就是看人、看事、看地、看事啊，什么事情啊，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啊，该用威的时候威严，该用柔的时候慈祥。啊，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方法，那是智慧。啊，智慧摆在前面。啊，待众生苦。啊，我们在这个世间，纵然活到100岁，也是一刹那了。啊，这一刹那不能白过。啊，成就自己的智慧德相，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自利利他啊，这一趟没白来啊，确实提升了自己，帮助了别人，这就是功德啊，于自于他了，都是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呐！啊，那么这也是法藏比丘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啊，庄严众心啊，在一切我们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叫众心。啊，任何的行为起心动念都与法心相应，都与四德相应啊，这个四德
就是随缘妙用，为有则如何制止在众生苦，有这个想法。那么再说的细一点，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弟子规相应，与感应篇相应，与十善业相应，那是条目。这个四德是总纲，总纲里。总纲你知道的时候，你不晓得怎么做啊？有细目啊，一条一条的给你列出来啊。这是殊胜行愿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通通表现出来了啊，因行或果。果就是正的，故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果敢落差了。所以你看他这句话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在极乐世界，他已经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清净之心能庄严，成就庄严佛土是所庄严的总的来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跟清净平等觉相应。这就出现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第一福地，咱们中国人讲啊，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遍法界虚空界第一个福地。第一个佛居，居住地方，所以十方诸佛赞叹下面是故曰：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无量功德是集集。大福慧行，具足庄严是圆满果德现前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很冷静，细心思维观察众生的福从哪来的有福的地方就有福了，没有福的地方就没福了。佛在经上告诉我，四王天这讲四周佛经上讲的东南西北四周东胜神州，我们这个地球是属于这个地方。东西南州有佛法，
败居泸州没佛法。啊，一般经上讲啊，那个地方人福报大了。啊，寿命长。啊，都是活1000岁以上的。很少短命，要这点很少。啊，资源非常丰富，生活不必劳力了。啊，所以他生活得很舒适，不想修道。所以说这就是佛家讲的富贵学道难。他生活太羞辱了，不想学这个东西。那么他佛想完了呢？佛想完就没有了。修再大的佛都能想得尽，想尽之后佛想尽了。你过去生中造的那些业有现前。你还是搞六道轮回，还是随业受报啊！啊，人有福报，升到天上去了，享天福。天上虽然不造业，天福享尽了怎么办？过去生中，在人间。啊，在罗刹，在畜生，在恶鬼，造了不少业，恶业。啊，那还是得受报啊！啊，地狱里面只受报，没有造业。啊，跟天堂一样，天堂也是只有受报，没有造业。啊，天堂是福报、善报，地狱是恶报，是苦报。啊，佛想得尽，罪也受得尽。啊，罪报报完之后，从地狱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学，六道不是哪个人建设的，是你自己意念变现出来的，真的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的善念变成天堂，你的恶念变成地狱。啊，天堂消你福报的，你有福要消掉。啊，地狱消你罪业的，叫消受啊。啊，罪消完了，地狱出来了，福享尽了。天堂离开了，啊，那你阿赖耶识里头还有罪业，啊，最详尽呢？阿赖耶过去生中还造的有善业，善业不大，到不了天堂，但是会在人间享受啊。人间善恶混杂了，善多啊，善少恶多啊，这日子怎么过？啊，如果遇到佛法，第一等福报，他解脱了。啊，他在这个一生当中就知道，我一定要保持。为善无恶啊，只有善念，只有善行，不再造恶业了。啊，心地渐渐清净平等了。啊，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啊，为什么？佛说的话真话，不是假话。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是菩萨。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人性本善，啊，一切人自性本善啊。啊，佛看一切众生，他不是看他的法相，他看他的法性。那从性上看，全是佛。不会再起分别执着了。啊，凡夫呢，没这个能力，迷了，着相，不见性啊，见性就平等了，啊，就差这么一点。这一点差别，影响在果上就大了，真的是所谓。设置毫厘，差之千里。啊，这一念的差别，真叫天上人间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要肯定，有佛法的地方是有佛的。那么，佛法最甚的地方，极乐世界。啊，怎么知道他最深？十方诸佛都在他。你看，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六方佛在他；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十方佛在他。啊，佛所说的话。决定不会是妄语，决定不会是欺语。啊，《金刚经》上说的：“诸佛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妄语者。”你能不信吗？啊，所以不信佛，这个业障很重啊。我们自己要清楚啊，啊，我们信佛了，我们这个信，古人讲的“露水道心”呐，经不起考验的。明文利养，五欲六尘现前了，他就不信了，这佛就忘掉了。啊，这不是真心。啊，真心从哪里来？我们一般普通的人啊，不是上根立志啊，一般普通的人。我们的信心要靠经教来建立啊，只有通过学习经教啊，慢慢的把宇宙人生这一些真相啊，佛家讲的性相离世因果啊，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就真放下了。啊，那个时候呢，叫真心。为什么？你真干了。那我们看到佛家这个大藏经那么多，我这一生能念得完吗？啊，我接触过很多初学的人，谈到这个地方，他就摇头，我做不到了。
啊，我们如何帮助他？帮助他要有智慧，还得有经验。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了，啊，半个世纪多了，知道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佛教这么多经典，任何一部就行了。啊，找一部简单的，文字少的，一部经。一部经就能帮助你明心见性的啊。那介绍哪一部呢？你都要他观机，众生根性不相同。啊，一般普通的人，能普遍起大众机的，我早年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去学习经教，啊，我去参加他那个班了。他那个班上课是第二个月啊，他已经开班一个月了，我是第二个月去的。那么这个班呢，他是一个星期上一堂课啊，实际上呢，我只少上了四堂课。啊，首先开的是什么经？阿难问世佛即修经，小乘经，啊，阿含经里面，你听听这个名字，你就晓得，这个含起大众的起，啊，阿难问世佛，也就是问你学佛有没有好处，啊，是即还是修？即就是好处啊！啊，我们学佛到底是即还是修？啊，佛在这个里面跟我们说了，怎样学佛，你得的是即利呀。怎样学佛呢？你学错了，你得的是凶灾。这个跟初学佛的人讲啊，好啊，实际这部经里面讲了四桩事情啊，这是第一个大段解答这个疑问啊，这个第二个大段呢是教你不杀生。第三个大段呢，是讲四生之道啊，后面是阿难尊者的赞颂啊，也就是他的学习心得的分享啊，用偈颂啊说出来啊，这个是。介绍给初学的同学很好啊，可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的，我们要帮助他认识佛教，这个很重要。认识佛教之后，你想学了，可以介绍他从阿难问世佛即修经开始，坚定他的信心，帮助他更深一层的认识。啊，他真想学，
再协助他选择法门。这个里头有主观的条件，有客观的条件，都必须要考虑到。啊，那么然后再观察他的根性。这个人如果是真的老实听话肯干，那就是大善根的人，他一定会成就。那遇到要帮助啊，啊，不帮助啊，对不起这个人了。无量劫来，这一次都到这个人间碰到了，这真叫有缘。有缘不帮助，那是过失啊，那个不应该，啊，一定要帮助他。啊，帮助他不接受没关系。我们知道佛的种子已经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来生后世这个种子肯定与缘起作用。啊，所以佛度众生、戒引众生、教化众生，是一个长程的工作，不是在一时，生生世世啊！啊，显示出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佛法所在之处，就像这个经上所讲的，日月清明。灾厉不起，不会有灾难的。啊，我们今天讲化解冲突，啊，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大乘佛法真有效啊！啊，所以在过去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话，啊，他说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真知灼见，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啊，今天21世纪果然是个混乱的局面。啊，这种混乱跟这个地球的灾变是过去几千年来历史上所没有的空前的大难。啊，什么东西能解决呢？中国传统文化能解决，大乘佛法能解决，啊，你个人能接受，能深信不疑，能深入经藏依教奉行，你个人问题解决。啊，个人的好处，得什么好处？第一个，身心健康。啊，第二个，家庭和睦。啊，第三个，事业顺利。啊，第四，你所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祥和，为什么？你有福啊，
你有福，你住在这个地方，这地方人就有福啊，富人居富地啊。那所以社会和谐，这个地方没有灾难呐。啊，你也会影响，也就是你真正能够帮助和谐世界。利益太多了，说不尽呢，这是说很浅显的啊，你立刻就能得到的。啊，如同佛家常说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你有求不应，不是不应，是自己有业障。啊，忏除业障，感应就现前。啊，所以一定要肯定极乐世界第一佛地啊，是第一佛居。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是遍法界虚空界里面最有福报的人。我们希望自己要参与这个行列。啊，那么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啊，不是做不到。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下面这一段完全是经文，黄念老引用出来，看看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哪些庄严啊，我们把它念一念，讲解留在后面。右经中，容色光耀，不可胜视啊！试试你看呐、啊，那个地方风景之美，你看不尽呐、啊！啊，无量光焰照耀无极啊，极乐世界。不需要日月灯光，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光，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放光，光明世界。而且这个光都如火，都不刺眼睛，清凉啊！啊，像我们这个世间人形容月光，月光人人都爱啊，它不热嘛，太阳光太热了啊，那是火球啊啊。西方极乐世界光明啊，是多彩的啊，是清凉的。白珠摩尼以为皎乐，明妙无比。摩尼是宝珠的总称啊，这是讲宝珠里面的白色的。啊，皎乐是网络装饰啊，普遍的装饰，明妙无比，花果横方，光明照耀啊，花不谢的
啊，果不会变的，啊，它是植物，植物在我们这个世界。由生住异灭啊，极乐世界没有。为什么？生住异灭是变化。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化？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有妄念，有分别，有执着，所以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啊，这佛家讲四相，四种现象啊。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纵然是待业往生，由于阿弥陀佛愿力威神的加持，在极乐世界找不到妄想分别执着的缘。你阿赖耶他虽然有因，就是你有这个习气，没有缘，习气发不出来，不起作用。这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生老病死啊，所以花草树木永远常青啊，果实永远是熟的，你可以采下来吃，果实永远不会变坏。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庄严呐！啊，随风漂浮，流水云水流分呐！啊，这是讲空中的话啊，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啊，这个世界美不胜收啊，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极尽眼里奇妙真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在极乐世界你到处都能看到啊，教室是装饰啊，我们今天讲的布置显显彼佛世界具足庄严，周遍其国，是庄严一词所含教师之意啊，这是经上这些句子啊，揭露在此地啊，说明庄严两个意思，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具德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庄严啊，说明这个意思。那至于具德呢？啊，具德者，则如经中第九品啊，第九品中，如实安住具足庄严。第九品是圆满成就品啊，经文里头有如实安住。具足庄严，
那么这些谁去布置的？谁去设计的？给诸位说，极乐世界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去做这些工作。完全是自然的，这个境界就不可思议的境界。那是在经上佛说了一句话：“自性发而如是。”啊，这是性的。圆满的显现，绝对不是人为的。啊，极乐世界有，我们这个世界有也有。啊，就在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这个身体，身体很奇妙啊。啊，父母生下来，出生的时候，你看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啊，什么人设计的？什么人制造的？啊，这就在眼前呢。眼前这个问题，你怎么不怀疑呢？你怎么去怀疑极乐世界呢？啊，眼前这个事情，你看，确实不可思议。啊，我们也可以用佛的一句话说：“自性发而如是。”没有人设计，啊，自然就是这样的。极乐世界如是啊，极乐世界没有人设计，那里头没有设计工程师，也没有装潢这些技术人员，没有啊，美不胜收。啊，再高明的设计师的时候也设计不出来。啊，这些奇妙的事情到什么时候才知道？明心见性就知道了，豁然大悟啊。那怎样才能明心见性呢？这经上讲的很多。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到真相了。啊，变法界、虚空界的真相于是大白。啊，见到诸法实相，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我们在这个世界业障太重，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在这个世界修行要想达到这个境界不可能，没那么长的寿命啊，所以佛教我们换个地方啊，用现在的话说，以民啊，啊，我们以民到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需要条件是德行，啊，不需要带财产去。啊，你生活所需的一样都不需要带，那个地方圆圆满满。啊，需要条件就是信愿行，你真相信，真想去，啊，真肯念佛，啊，只要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就是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联络的信号，你只要念念不断，这信号就通了。
就接上去了。真接上去，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没有时间限制。得要信得过才行啊。故知极乐世界如是庄严者，盖由如实而安住也。这个如实安住，怎么个安住法？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安住在我们身、口、意三业上，这就是如实安住。我们的心真诚，我们的言真诚，我们的心真诚，我们的心清净，我们的言语清净，念头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亦复如是啊！你真的安住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如此，如是安住，所以他具足庄严。如是安住是因，具足庄严是果报所以四十八愿第十九愿发菩提心的第十八愿一向专念如是安住，你再能一向专念，哪有不往生的道理？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不相应？就是我们的心不是真诚心。真诚的反面是虚伪，清净的反面是染污，平等的反面就是傲慢，慈悲的反面就是自私，正觉的反面就是迷惑糊涂，我们用这种心，所以他不相应嘛。这念佛怎么会念不好呢？问题就在此地。所以极乐世界如实安住，我们现在要学。这个就是这个三辈往生的无论上中下三辈或者是一心三辈都是教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我们都做到啊！发菩提心就是如实安住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安住在我们身、口、意三业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真的下定决心要求生净土，我们不再搞六道轮回。下一次到这个世界来是尘缘再来不是业报身是跟诸佛菩萨一样到这个世间来行应化的肯定会来。为什么？跟这个世界的人有缘，众生有感，一定有应。不是自己愿不愿来，愿不愿来里头还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没有了，
啊，所以真理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啊，他这个后头也有解释，实实在是真实之际，是为具德。啊，那我们把这个扣上菩提心上，啊，真诚、清净、平等、轻易、正觉、慈悲，这是德了。啊，又第十五品，菩提道场品。啊，有这么两句话：一切庄严随应而现，此正显世事无碍法界之圆明具德了。我们在前面十学里面学过，啊，世事无碍啊，这是讲到究竟圆满。啊，其他大乘经里面讲到理事无碍，只有华严讲事事无碍。啊，那么在本经里面，啊，也有很多事事无碍的这些经文，啊，这些例子。庄严，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一句是清净。啊，就是清净平等觉了。啊，清净者，身口意三业，立一切恶行烦恼苟染之位。啊，这是总数。什么叫清净？啊，身的造作，口的言语，意的念头，这叫三业。利益一切恶行，啊，没有恶的行为，这个恶标准就是十善的反面，叫十恶。啊，那我们就懂得了，身立杀盗淫，口立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意念立贪嗔痴，啊，不贪不嗔不痴，那你叫修十善。真正修十善的人就是菩萨了。啊，这是恶行。第二种呢，烦恼。啊，烦恼通常指见思烦恼。嗔杀烦恼啊，见思烦恼，在华严里面讲是执着；嗔杀烦恼是分别啊，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啊，不再执着。你的清净心啊，心为什么不清净？离不开执着。心为什么不平等？离不开分别。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放下执着，清净心现前，放下分别平等心现前，
我们要在这上努力啊，不要过分的执着，无论什么事情能过去行了，很好。啊，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头，处事待人接物，啊，达到一个标准，所以中国人讲礼节，啊，什么是礼？有节度，啊，有个标准，到这个标准就行了，不要超过，也不要不及，啊，这样就很好。啊，从在这些地方，处事待人接物，啊，工作生活里面学清净心，啊，修平等心，啊，也就是说，尽量的放下分别执着。啊，幕后一个讲了，固然，啊，固然只是讲染污。啊，染污是指什么呢？七情五欲要淡化了。啊，我们这个世界叫秽土，西方极乐世界叫净土，净土就是没有染污。啊，染污里头最严重的情执，真重啊！啊，贪嗔痴慢染污，因为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个东西染污了自心。这东西都要把它离开，探寻机缘，善业无过云清净，善业就是身口意。啊，底下讲，盖为身口意善业皆无过失，这是菩萨。啊，最低的阶位，阿罗汉。阿罗汉真的做到了，有清净土啊，有清净土，指净土，清净身，指佛身，清净人，指如来。这是叫清净。标准呢，就是善业无过失啊。啊，善业无过失是人呐。啊，这个人是谁？这人是佛。啊，清净身是佛身。这个福天台大师给我们讲六种福，啊，礼即福，这是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福。啊，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是很接近的。啊，人性本善啊，啊，这是自性。变成不善呢，是习性，不是你的本性。啊，所以佛菩萨看人，心地永远清净。为什么？他看人的本性，他不看习性。为什么？
本性是真的，永恒不变。你现在虽然不善，那不善将来你会变善。啊，你为什么不善？你迷了吗？总有一天你觉悟，你觉悟了，你这一些不善呢，都放下了。所以善是真的，不善是假的。啊，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人，人很好，好人。啊，喝酒喝醉了，发酒疯。啊，你知道这个人很好。啊，他这个酒醒过来之后不就没事了？啊，何必去计较呢？啊，今天我们看人，造极重的罪业，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就像我们看一个人，很好的好人，啊，酒醉了之后再发酒疯，等他醒过来就没事了。啊，佛菩萨看这一切作恶的众生呢，就是这个看法。啊，所以永远慈悲呀！啊，没有把这些恶人、恶事、恶行放在心上，绝对没有。他要放在心上，他的心被染污。啊，只有迷失自信的人才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上，不值得了。自己的心，良心呢，变成别人的垃圾桶，你说这聪明吗？啊，自己的良心善心啊，去装别人的垃圾，装别人的染污，这错了。啊，所以我们学佛要学佛，怎样看一切众生？啊，佛眼看一切众生全是佛。啊，看一切事都是好事。对，人人是好人呢，事事是好事。啊，作恶也是好事。啊，为什么呢？好坏两边都不可得嘛。哪一个化身菩萨不是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两边都立了，中道也没有啊。真正清净心，谢谢。啊，所以从阿罗汉以上，三业都清净了。啊，越往上面去，那个清净的程度就越深。下面去往生论，啊，往生论为三种庄严，入一法具，一法具者清净具。这三种庄严，我们前面学过，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啊，这三种庄严，啊，入一法具，一法具呢是清净具，清净具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个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啊，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这个意思。
啊，此于题中庄严清净，妙合天然。三种庄严者，无量庄严也。啊，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啊，每一种都是无量庄严。今其如一清净具。啊，三种庄严入一清净具。是一切一切皆已。啊，翻过来一切一切。这叫不二法门啊。啊，那么这个清净我们从意思里头讲，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世尊在华严经里面常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不是从外头修来的，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你什么时候把障碍放下了，他就现前。啊，又经云，心净则佛土净，表一切一切。华严玄旨啊，又于此处见之。啊，心净则佛土净，这一句话古来祖师大德在讲经教学著述当中引用的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对这一句就很熟悉了。啊，我们知道，但是没做到。我们心不清净。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就不清净。如果我们的心清净，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就清净。我们要有信心，要能肯定境随心转，相由心生，也就是说相也是随着我们意念在转变。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就是心，一切就是一切法。一切法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啊，一切法不离一心，一心现一切法。这是华严妙智啊！啊，玄是玄妙啊！那么我们修学，无论修哪个法门，那是方法，那是门径。修什么？修清净心。你就真正懂得我们修的是什么。清净心现前，无量功德了。啊，人心清净了，身当然清净，身心健康啊，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啊，现在西方人非常重视疗愈。啊，这病痛怎么治疗？怎么把它治好？心清净全都好了。啊，他们现在懂得这个道理了。啊，这是一个新兴的科学。啊，
都注意到了，做过很多次的实验，证明这个意念呢有很大的能量。还继续不断的这个在做实验，我相信两三年一定就肯定了，确定了这个心性科学成立。意念可以疗愈一切，不但身体是有病，你家庭里面问题，乃至于讲今天地球的这些灾变，意念可以能把它转变。所以现在重视祈祷啊，地球灾难太多了，发动大家一起来祈祷，有没有效？有效，我一点都不怀疑。但是这是治标，不是治本。你几天不祷告，他又毛病又发现了，所以他不是治本，治标有效。治本呢？治本要教育，佛陀教育啊，孔孟教育啊，孔孟教育跟大乘佛学教育，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个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认真的学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